强啊。那摩甘娜套上压黑盾，不就没人可以断掉他招了？伤害灌死啊，这么猛！这维克特大手一电，这萨米拉人没了。那个萨米拉就大喊一声"无敌风火轮"，欸，上路爆线了，就没了，爆了，爆了。好，暗影禁锢出手没中，套会比较强。而那拉斯克这边变成雄心在往前拍，黑盾套完了，这个究极想抢，圣娜登场被炒作，你快，你要死了。然后旁边萨米拉闪进来，阿纳拉斯这边想爆破，结果下墙，这个后面是 TP 进来，白羊佩德只是加入战局，另外一边的 Senkas 也是闪现过墙，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可以这样子玩，因为杰西也没有踢啦，纳尔是直接踢下来的，所以这边其实实质上是一个四打三，就其实这波李欣玩得太差了，不然他们要多时间，李欣的 Q。要扣一下，来看一下上路 ，boss 看到了 ，pop 套了黑盾，交了闪现躲光影禁锢，是，pop 这边有六级，来看一下是不是锁链要裂，闪现裂两个，结果 Nova 有点危险，被踢了出来，再接虎啸龙吟想走走不掉，这边有眼的你，那个纳尔消失了，感觉没讲，真的，下路上面在往前被炒住，被换了一套，先画了一个剑尾想挡，感觉打架的意识稍微弱一些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Normans 有点不小心的啦，就是太前面了。他应该说这是一个游戏的意识，到那边打。没错，结果他是靠着人那边打，他是靠着对面有视野的那边。哦，要来塔萨纳尔，怒气一半被拍晕，电磁脉冲轰下去，变成锤形态，把佩德交闪现跑，小纳尔跑不掉。哇，纳尔小小机会大大，击杀拿到手 ，Lodic 这边是拉了一个大绝。旁边是 Predis 进场扛了塔的伤害，还好有 Chance， 这边补足了一脚伤害带走了 AD。哎呀，我方中路人呢 ？Lodic 这边是倒下了，还想进行塔杀，是用自己的明星训步进场嘲讽，直接嘲讽住上路贯穿，突然之间下路 UOL 爆开。那这一圈就是没办法哦，我只能说他们意识不好了，因为意识好的话，应该这时候他们不会在这个位置。他们应该是要在左边，对，左边那个二塔一塔中间那边等一下，对，稍微等一下。结果是从上路贯通州往打不打不好说，反正不能来。纳尔要变大了，纳尔要变大，看一下纳尔的位置，要找纳尔位置。啊，哎，经过出手，纳尔要变大了吗？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位置，纳尔，哎，纳尔要变大了，结果被 Bell Pender 给逼走，两边是拆成了两个团。而 Nanasi 这边刚好是吃到纳尔的狂笑猛击，这一波的大绝进场，感觉像是送了一波。旁边到底一个吃了治愈精华先解，不过辅助的 Senkas 也跟着倒下。这边是402哦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去注意到纳尔位置，然后正面的团他们也是不太敢，是不太敢去抓那个压那个位置。卖太快了，真的，还死一个辅助，还不确定会输呢。对，死一个打野。对啊，这波是很亏哦，在 PG 这边大赚特赚。看得出后勤也很开心啊，就是进入了 PG 的节奏 ，ban ban ban， 开心就 ban， 赚饱饱的不做是不是很正常？哎，合理了。Nanas Ek， 你的位置很危险哦，要被抬起来了，被抬起来，萨米拉滑进来，伤害很高，直接开启大绝想转，保护一下 boss。其实说真的，两边经济还是 UOL 这边赢的，因为他们一直在 BD， 哇，他们贯彻了这个台服真理。哎，没关系，哎，你拿钱不做事，哎，我就 BD 到底，哎，舒服，哎，都不要打，哎，打了也不会赢，很像很像，我就真的打了不会赢啊，爱打不打的没关系啊，我去 BD 啊 ，GGG 能要的就是 UOL 放松的时候，然后打一个大团，哎，包括结果过墙两个一起过，变回锤形态，然后反打单杀了。这个李欣太瞎了，他没有搞清楚状况。对方是终极魔剑哎，不是，我就说这个杰西他就很肥很强哦，他对自己没有自信，很多人都看出来了，就是他突然发现哎，我好像有点，原来我这么强啊，我好像有点强，对，就抱着那个头有没有？然后就这波李欣给了他很强的信心啊，对，他等一下应该敢打了，对，现在那个 boss 就坐在树下，我好像有点强喵，然后抱着李欣的头。以 boss 的角度来说，他其实可以继续带，然后带到你们真的要正面抱团。哎，来看一下这波电啊，电的 pop 不要交了闪现。什么怀表的话可以闪进去开的，没错。这杰西真的是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强，是狮子跟猫咪养在一起。他连突然发现他伤害就很高啊，有手就行了呀，有手就行，啊，真的，
合理啊，合理。我都看过有一些 LPL 的职业选手用脚在 R 闪的。大绝明星训步再配 R 闪进场，哎，小心哦，这个转角。我真的觉得这杰西可以玩得大胆一点。哎，来看一下这一波，纳尔要满怒了，纳尔满怒了，纳尔被电死了，没了。萨米拉进场，先转死了这个杰西，在旁边有李信的保护之下，这个混沌风暴放下去，萨米拉拿了一个三杀。哦。哇，他好丑哦。我觉得就不熟悉，很明显。他的真的，他真的练脚哎，他的电磁脉冲永远都是放前面。但是你知道强的杰西是放自己身上，自己身上啊，因为你会加速去拉，一秒钟出去可以拉，对，你可以再决定你要不要进场，对，你可以来回抖动锤子要不要锤，但他是那个 EQ 放前面，而且我刚刚没看出他好像 QY， 然后他直接那个摩甘娜就 Q 到他，我觉得先 all in 掉纳尔其实不是差的选择，但他被定住了哎，对啊，他吃到摩甘娜的 Q 啊，好扯，他连闪现都没交哎，不是他这波就看一下情况。他就不需要去锤这个纳尔，因为他只要旁边补伤害点他就好了。对，耶耶，拿到了巴龙了，哎，进去被 decoy 给顶起来，吃了一个暗影禁锢配黑水，然后闪现交，因为刚好看到 boss 赶过来，电磁脉中轰 ，boss 变得锤形态不敢上。这个时间点的 bio panther 准备要变小了，再用电磁脉中先消耗一下。哎 ，norman 的位置怎么在这里啊？开惊人了吗？来看一下 norman 不开惊人，不开就死不开。真的不开？怎么开？现在哎，来看一下正面，哎，正面好像要被开了。白奥佩德这边准备要变大，但来不及倒下。旁边的 Anonasic 是赶快变成另外一个形态，赶快跑掉。正面的团战没有要到。PG 这一波突然放了个机会闪开，来看一下是 Bio Panther 这边是吃到治愈，那个跟着是嘲讽，后面的 Logic 进场想要来收割，结果收不到，被一波萨米拉的切割全部切死，收集者全收。哇，好像一波嘞。哇。在干嘛？这没了啊！那乌迪尔闪拍的时候，加里欧为什么不按大、啊？加里欧大绝根本就没交，他是用闪现嘲讽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按大、啊？哇！他按大那个萨米拉一定要被逼按一个闪哎、欸。UOL 这一把打的是非常的这个啊，没有在意识里面的，看起来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。对，就。很不是他刚那个按大那萨米拉的位置很差，嗯，他一定要被迫往上闪，但是他往上闪没关系，我们就拉回来打他队友。就我觉得是决策点出了问题，就那个决策点打完之后，好像这一把就已经大家都不在状况内了，对，有点打傻的感觉。嗯、那是要谢谢安居，直接把他们打懵了。现在 PGG 跟 UOL 两个都是一胜三败，哦，所以就都还很难说。那就是机票先不用买了，我们先庆祝，没错，先庆祝一下。